这里，胸肌也是挺大的。我们今天穿也很像哎。对啊，没有讲好。太快乐，真是太快乐。那我就拿走你的第一次了。舒服哎、欸，他把第一、欸、我第一次送给他了。对，舒服舒服。通常 我都是煮饭给别人吃，我第一次吃。好吃，吃。吃我的下面，对，我下的面啦。哇，下面，又在开车，你是欠调教哎、欸，我等你调教，你这是欠调教哦，我等你调教我，好的，待会就来调教你，放桌上，好，这可以直接放桌上吗？可以，然后就以前啊，读书的时候真的是。真的就是放桌上，对，就是你不然就是对，写功课啊，吃饭什么的，绝对放桌上，就是、放桌上，这是因为真的有点重，所以可以放桌上。嗯、看不清楚面，怎么会看不清楚面？我们面这么大一个，很大碗、欸，我们两大碗呢、欸。画面中总共有六碗面，不对，两碗面。两碗面，六碗是。哪六碗？我们应该要那个鲍鱼干杯。鲍鱼干杯，对，不是你下面的那个。啊，你下面？请问下面怎么干？谁可以教我一下？是这个，我没有，我是怕香菱又想来，从背后环抱，边吃边闻香，太香了，这样子。那好，边吃。那、我滴到你了，我喷到你身上了。滴到，还好不是滴到这衣，没有。还有点浓。来舔掉。